大家好，我是庞老师，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一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。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，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32题，让我们先来读题。 Which equation below 下边的哪一个等式 is a related subtraction equation 啊，是相关的减法等式，对于什么样的情况 ？For 我们的已知条件是4+6=10 4+6=10。好了，相关的减法，那这里是一个加法，那么减法相应的是怎么样呢？减法有两种情况，第一种呢是啊，大的数减去中间的数等于小的数，10+6=4。啊，还有一种呢是十减去小的数等于中间的数，10+4=6。那么好，我们赶紧看中间的减法的啊，我们发现选项四符合是我们的这一个，所以选四。